按下按钮等待十秒，全体就位，大门开启，开始逃亡。好，明白。今天辉哥接受粉丝的邀请，来挑战一下追逐图 JK 妹大逃脱。那么众所周知 ，JK 妹前期是无敌的啊，咱不打前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后期。所以各就各位，大门开启后即刻出发，我直接开启滚动，一秒都不带犹豫的。奥利给，干了兄弟们！前面有障碍物，看准时机，我跳，我再跳，跳跳跳跳，完蛋，快快快跳过去，可不能耽误太多时间。好，有惊无险，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嘛，障碍物左摇右摆的就过去了。拿来吧你，你瞧瞧咱粉丝还抓起我向前扔的，哎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工助力。赤道加速鞋，调整位置啊，调整的不是很好，没关系啊，及时补救，咱们直接开加速冲过去。OK， 成功拐弯来到了下一阶段，这不行呀，咱们前面有好几个小粉丝，导致我道具吃不到。哇，好菜呀、啊！你个狗，嗯，前面有提示，不要掉进水里。啊，我去，你这从哪儿吗？咱就说你刚才没看提示吗，就愣往水里跳呗。绝，目前这些障碍物很简单啊，完全难不住我。哎，你失误了，别叫呀，你搞得我这都紧张了。咱不能被干扰啊，主打一个稳。前面有大坑，咱们需要利用箱子道具了，捡起箱子，这就一个三连跳，漂亮，轻松通过。我来。哎，你碰瓷是吧？可别把我连累了，咱现在的步伐还是很稳的。冲啊！前面大转盘小心了，咱们往左走，来跟着它旋转方向。不要，我还不想下去。啊！我的妈，就差那么一点，还好及时补救回来了。兄弟们，快跟上跟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人呢？我去，人呢？这咋的？全被 JK 妹追上了呀！玉儿，你不会也？好家伙，原来已经进小黑屋了，快走走走，抓紧上去救他们。这里只需要一下按钮就行，当然也可以拿来吧你。笑，怎么说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想和辉哥一起玩蛋仔，就先抓紧点击这里给视频来个馋点赞吧，只要大家给力，辉哥就继续找粉丝联机玩哦。好，抓紧来到这里，咱们只有二十秒的休息时间，闷开了，快走，第二轮紧张又刺激的追逐战开始了。哎呦我去，大家别挤别挤，连这点谁也过不去呀、啊、说下这段话。不，玉儿丫头行啊，一马当先，咱们控制节奏，不要急，去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，再着急也不能往墙上撞呀。前面又有道具，估计又得是大坑了，快走快走。完蛋，加速鞋没吃到。没事没事啊，接下来的箱子咱们必须吃到，这是我的。但是这怎么办，我没拿到箱子呀。哟啊，来，大伙好呀，啊，都搁里边歇着呢。再来再来，刚才是狼多肉少，这次咱们要远离人群。拿来吧你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，我可不想被你们扔出去啊。大门开了，抓紧往前冲，前面关卡刚才已经熟悉过了啊，很轻松就能通过。好，前面道具来袭，咱们找个好位置，离粉丝们远点，可别再跟我抢了。 OK， 就是现在，开加速， Nice， 吃到箱子后马上接一个三连跳，很顺利啊，我就说嘛，这几个小关卡怎么能难住我啊。哎，没事，撞到了也不要慌，疯狂向前扑就行， JK 妹离咱们还远，兄弟们胜利就在前面。好嘞，干了兄弟们。跑得也太快了吧这个啊，怎么着，追累了不追了、啊、太难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 JK 妹前期是无敌的，但后期也就那样，你给我等着。好，我等着，从这里跳上来咱们就能看到终点了，有三位粉丝和辉哥一同抵达，不得不说咱们家粉丝就是厉害呀，整得辉哥我前三都没进去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